AP 亚东新闻的政经国会，今仔来捷运站，现在来捷运站。较早我坐捷运的时阵，人潮好像较少，但是现在今仔捷运人潮较侪，因为咱台湾大家国民生活素质拢提升，人人戴口罩，就是你保持社交安全距离，能够会记住要勤洗手，要消毒，这是对咱台湾较好。所以我有讲过讲。咱台湾是天佑台湾，国泰民安，国泰民安，咱啊各行各业百工百业，慢慢啊复苏。咱这边嘛是爱感谢咱行政院对所有的业者做纾困，咱希望讲好好组织经济来复苏。A P 亚东新闻在南势角报道。